很多粉丝提出相同的问题，为什么吃鸡国服的血是绿色的，国际服却是红色的？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其中的两个原因。一，红色太血腥。众所周知，血液都是红色的，但如果游戏中加入的话就太血腥了。吃鸡这款游戏老少通吃，什么年龄段的玩家都有，如果血是红色的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，所以很多游戏中血液设置都是绿色的。绿色是一种象征着生机环保的颜色，不会给人心理造成负担。二，为了过审，这是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。现在很多游戏为什么设置成绿色血液，就是因为如果是红色的会过不了审核，审核过不了就不会给游戏上线，游戏上不了线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不过想想也对，吃鸡这款游戏有很多学生玩家，思想还未成熟，过早接触这种血腥暴力可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，所以为了消除这些隐患，将游戏修改得更和谐确实是不错的方法。那么为什么国际服血是红色的呢？那是因为国内外审核制度不同，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差异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